今日取水结束，明日赶早。 下来吧，族长，族长，族长。凤凰城的圣域，竞技大赛要重启了，又要打仗了。赛制规定，每族必须选出三名勇士参赛。自信营到达之日起，选手当于满月之前，持族徽。 汇集凤凰城，违者株连犬族。可有勇士愿望？我去，放开我，我去！不要再吵了，苍穹，把他放下来。活该！族长，董一龙，吓唬闹什么？我没在闹。等我做了南诏兵马大元帅，把清源家族的族旗插在那皇帝小儿头上，看你们谁还敢再叫我野种！休得胡言！参加竞技大赛，除了能当兵马大元帅，还有什么好处？此次竞技大赛由当朝官太师亲自主持。 获胜的勇士会同皇上一同祭天，到时候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。我去，逃兵也有脸去吗？不要争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三人去准备吧。